是他们表妹啊，对呀，我想是表妹啊，再见离婚回来啊啦。姐姐，你要买鱼无？帅哥，就是你啊，要看一下无？帅哥，要鱼啊无？看嘛，阮家鱼啊有够鲜的哦，来。无啊。我寂寞寂寞就好。丢丢妹市场叫卖被当搜刮，1.5小时营业额曝光。我们来挑战一下，今天可以卖出多少营业额呢？阿姐，你给我教一下，恁平常时恁的营业额大概多少？2万多。丢丢妹3年婚姻出招后，另起炉灶开设新粉丝团。这回新片她到台中向上市场叫卖，但是大嗓门也有碰壁的时候。美女，拍坦，拍坦，来，拍坦，卖了，来，来啦，入。入门前而不入，是三国家门而不入好吗？姐姐，啊，不爱吵啊！姐姐，你要买鱼无？我操！帅哥，买鱼啊无？看嘛，阮家鱼啊有够鲜的哦，来。无啊。我寂寞寂寞就好。没有人要理我，我好难过，怎么办？心灵受挫。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保护到心灵。马上出大绝了！什么卡赞？你有介绍？什么卡赞吗？我特级内卖，我改就卖多少？八条我给你八百。八条八百。我你这小姐卖安尼，敢会小贵？太贵！一千八三嘞，一个月一百里啊嘞！你老哎，他过来包起包了，包回来。帅哥，就是你啊，要看一下无？你要听我白？哎。我真的心灵受挫，怎么办？我输了，一个人叫福哥啦。伊讲你上街啊，伊我们在菜市场口，人比较少，我们去拉别人的生意。来，有人要鱼啊无？一只一百的啊，带我行，卖甲买。美女出门啊，哦，全部都包起来。你有人进来吗？你是搞鬼东啊？哦，对，买无？捧场一个，一百。哦，你那个，是他们姐表妹啊？对呀，我想是表妹啊。最近离婚回来啊啦。今天在向上市场出体验，我卖了多少钱？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哦，开始算哦。1小时半，业绩多少？14500，拍手！太厉害了，应该卖一天可能要5万。那这个钱就给他当零用钱了。OK， 没问题，他的钱比我多嘞。